这里是交通部指挥中心，十号干线向元朗公路方向发生拥堵，请附近同事前往疏导。其他地区如果发现异常，请及时汇报。我是反飞车组程志飞，驾驶隐形战车 CC5962 在青瓦大桥巡逻，风平浪静，一切正常。环山公路段发现可疑车辆正在进行非法赛车，目前可以确定至少有3辆改装赛车参与了。根据车型推测，很有可能是我们正在搜捕的 EC 组织香港地区成员。三辆可疑车辆即将穿过山道进入青马大桥，请附近同事立即进行配合追击。反飞车组程志飞，我正在青马大桥。按照我的推断，他们走山道下来，会穿越大桥，前往八号干线去荃湾。这里交给我了，后边。青马大桥出口及青田公路执勤警员迅速驾驶兵马与我配合，将三辆嫌疑车辆逼近八号码头，并在八号码头收网。已有小组请在八号码头入口处设置路障进行拦截。EU8544EU8521，请你们立刻赶往设置路障，包车谈吐，一辆都不能放。Over。对你有信心，等你啊。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OK， 杜 Sir， 重案组黄督察电话。重案组黄 Sir， 哎，你好啊，黄 Sir， 你有什么吩咐啊？你们在青山公路附近正在追击的那三辆 DC 车辆，其中有一名是我们重案组的卧底阿恒，请你尽快取消行动。卧底，重案组竟然确定他们是 DC 的人，为什么不通知我们交通部啊？难道是想伤到无辜市民再甩给交通部吗？ DC 不仅仅是个赛车组织那么简单，他们背后是日本的黑帮山田组。这个案子我们重案组已经跟了很久，请你们立即停止行动，保证我的卧底继续跟踪 DC。 对不起啊，黄 Sir，只要道路上有非法赛车，我们交通部就义不容辞，必须抓捕他们。如果你一定要我们取消行动，你就让行动副处长直接打给我。好了，就这样。有卧底为什么不提前说啊？下车接受检查。程志飞， DC 里面可能有我们警方的卧底。卧底？有没有搞错？如果看到，见机行事，保证卧底安全。我在办案，先抓过去再说。
也是，这都，说嘞，今年。三丁目の取り入れは三割減った。不景気な世の中ってわかる。ご苦労さん。遠慮なく。どうぞ。君のものじゃないと。触れる、与えてから食べることだ。連れて行け。俺は年を取ったので見間違った。今の状態は。若い世代にこの組織を導くはずだ。この数年間、山田組はいい成績を取った。それは全てこの二人のおかげで。今度の試合の場所は皆さんが知ってるはずだ。9年前、我ら香港で恥辱を受けてしようがなく日本に戻った。今回今度試合の優勝を果たす人は我々山田組の創造人になる。哎，老板娘，程 Sir 今天这么早？我每天都那么早，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啊。今天的鱼丸很正点的。你很正点啊，跟鱼丸一样正。哎呀，很多人都这么夸我。请你多吃一颗鱼丸吧。爷爷，千万别请我吃，我可不想被廉政公署调查。哎，你好，请问去尖沙咀怎么上床啊？上床？哇，你的发音有问题啊。啊，你仔细听好，我告诉你啊。前面过两个路口，你可以坐巴士到。哎呀，算了，给你写下来吧。那，啊，
从这边走吧。谢谢谢谢啊，谢谢。28 29 30，每30秒信号灯会变一次，弥敦道转旺角道，有个地方修路，占了半条街。走啊，还没完事啊。小海，这一区道路一切正常，可以出街了。代理组长苏少成，现在正驾驶隐形战车 AK3811，在龙翔街一带巡逻，这里一切正常。好，有情况及时汇报。Over。警方的隐形战车正在追你，带他逛花园。快点过马路吧！熄火驾照、身份证，同事啊，同事，哪个部门的？反飞车组，何少成。警察办案，兄弟，遇到红灯就不要按喇叭，要不吓到小朋友们很麻烦的。做警察也要守规矩。隐形战车横冲斑马线，差点就压到小朋友，这段视频你们都看到了吧？这几天呢，传的到处都是。你们认为我们的反飞车组和这些飙车组有什么区别？这个月已经有3起市区飞车案了，麻烦大家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，你们的行动到底是怎么部署的？杜三儿，我们认为对方呢是有组织的行动，并且专门针对我们的部署。行动中除了市民之外，也有警员受了伤。那么你觉得我面对记者的时候可以照你刚才那么说吗？啊，说吧。Sir， 我们网络安全科一直有在留意，近期出现的多起飞车事件都属于 Death Challenge 这个组织，简称 DC。 DC 活动比较隐蔽，应该是被日本最大的黑帮山田组操纵。这个组织这几年已经在美国、欧洲、俄罗斯、日本多地进行了非法的地下赛车活动，他们通过挑衅当地警方、被媒体报道增加关注度，从而引起众多买家在专属的暗网进行赌局下注。他们每年的赌金都高达几千万美元。还有呢，最近在香港活跃的飞车事件，怀疑就是 DC 的先头部队。其实 DC 这个组织我们已经跟了很多年，你们还有什么更新的发现？ Sir， 我们在暗网上发现了这个赌局网站，我们怀疑这两个日本籍男子就是今年赛事的主力车手，他们的资料都显示在暗网上，
并且已经开始有买家不断下注，我们有足够把握，今年的 DC 赛事应该就在香港站，具体时间大约会在今年的七月。七月多少号啊？情报可不可以更准确一些？还需要调查。现在外面一大堆记者，你们觉得这样的答案可以应付他们吗？哎呀 ，Sorry sir。Sorry 有用吗？杜 Sir， 再给我们两天时间，我想应该可以查到的。情报是要快一点，但是反飞车组如果连个飞车手都追不到，还有什么意义？反飞车组我们还在寻找更合适的人选。不知杜 Sir 有什么好推荐？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去领导反飞车组，你们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了。难道真的没有更好的人选吗？杜总，近日发生了多起闹市区飞车事件，有多名市民甚至警务人员受伤，引起了市民的高度关注。请问您对此有何应对措施？最近这个非法赛车事件呢，据我们调查所知，是个别事件，警方现已通缉该名，在逃疑犯。我们香港警方绝对不允许任何非法组织在港违法乱纪。但是据可靠消息指出，这次的事件是由国际非法赛车组织 DC Death Challenge 所引发的，并且有传闻说 DC 即将在香港举行，警方对此是否不知情？警方有没有能力应付这样的国际犯罪组织呢？我们香港警方是绝对不会容许任何危害香港市民的犯罪活动的。警方对 DC 的了解有多少呢？又为何不对外公布？我再次重申，警方一定会全力打击犯罪活动，所以在这里请大家放心。全力打击？全力打击的同时，会否有可能威胁到市民的生命安全？杜总警司，视频中正是追击 DC 战车的警员。这位小姐，您放心，我们香港警方绝对会以香港市民的安全作为首要考虑，而绝对不会在拘捕任何疑犯的时候伤害到任何市民。但是杜总警司，好了，今天的记者招待会到此为止。杜总警司，哎，毛叔。哇，年轻人，你又来了。我找到好东西了，有钱都买不到。这种垃圾啊，满大街都是啊。哎，什么呀这是？垃圾。我这盏车灯啊，可比这些都贵啊。你还是花点心思帮我把那部车修好吧，你闲着也是闲着嘛。兄弟，日本に戻ろう。父親のようにトライバーになれ。
喂，你好自为之啊。这么巧啊。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你会在这里？来修车厂当然修车了，难道是来泡妞啊？程志飞，外面到处都是飞车的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飞车吗？让他们飞好了，你那么激动干嘛？这次不是简单的飞车，这次是 DC。 你们这些记者什么时候也关注 DC 了？程志飞，你真的把过去的事都忘记了吗？过去的事情很多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件。我说的哪一件你自己心里清楚，我已经追踪 DC 这个案件很久了，一定要给市民一个交代。难道你听到 DC 就不想做点什么吗？行了， DC 的事情就让重案组去查，你做记者就做记者，去找点娱乐新闻嘛，不要多管闲事好不好？你忘了你是个警察了吗？哎，美女，李 Sir， 都退休了，不要叫我阿 Sir 了。曾经香港最棘手的案件，哪件不是李 Sir 破的？在我们的心目当中，你永远都是李 Sir。那我先走了。哦，好。厉害，你可真是能忍呐！我只是个巡警啊。喂，你看。杜叔，好久不见啊，杜叔。最新情况，交通部决定调你去反飞车组。这张辞职函我带了很久，一直想找机会交给你。警长38617向杜所报到，接受命令。明白，收到。这个地方再派两个人。好。全弯道发现白色可疑车辆，请隐形战车立即前往跟踪。隐形战车出发。好的，保持联络。正在分析资料。Over。数据报告出来了吗 ？OK， 差不多了。何 Sir， 经电脑数据分析，对方有60%可能驶向牛头角，有30%可能驶向午夜街，还有10%几率驶向观塘码头。收到，请午夜街EO尽快设置路障。Over。基于呼叫 EU3413。 喂，先看看再说嘛。我会从红展街转入巧明街，然后在观塘公众码头的回旋处进行。何 Sir， 电脑分析你会比他提前2秒到回旋处。好，我转入红叶街。嘿嘿，死定。谁在后面乱说？我在红叶街被堵住了，我需要总部支援。什么呀？我们有多少辆 EU 车在附近？有2辆。一辆去长月道，另一辆去红旗街，设置路障，肯定能接住他。嗯，收到，
基于呼叫 EU3413， 立刻去长月岛，立刻去长月岛。EU3413呼叫总部，已经接到可疑车辆。基于收到 ，Over。哎，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呢就是新任命的反飞车组组长，负责指挥全组，他的名字叫程志飞，是位警长。交给你了，就带着他们好好干吧。Goodbye, sir. Goodbye, sir. 何塞，怎么回事？被降级喽？如果没什么别的问题，那就……Sir，我有个问题，你是怎么知道何塞转入伟业街以后会被甩掉的？你们整天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，当然不知道外面真正的路况了。你们有时间，先准备一双运动鞋吧。过几天我会通知你们的。我有事先走了。Goodbye, sir. 哇，挺厉害啊，有两下子是吧？战车的性能很重要。姓山田呢？尼桑，山田小海，这名字是你叫的吗？这种吓人的名字，我才能叫的吗？尼桑，やめなさい。是，这么多年，我确实欠了山田会长一份恩情。所以这次比赛，我会以山田组的名义将冠军给拿回来。你放心吧。你还真有点做会长的风范呢。忘了跟你说，我对会长没兴趣。弟弟，你说你对会长没兴趣，我告诉你，你连说兴趣的资格都没有啊！我跟你一起走。不用了，我去睡下线了。程 sir， 大家继续做自己的事情吧。程 sir， 终于有机会见到你了，难得程 sir 回来，你们带程 sir 去他的位子吧。那程 sir 的位子在哪里啊？对哦，这儿没你的位子。就这些上网都能查到的资料，你们用这个，这辈子都别想抓到他们了。
冷静点。程 Sir， 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上次怎么会知道另走一条路就可以截到那辆可疑车辆呢？上次叫你们准备好一双运动鞋，你们有没有带来啊？带了。15分钟后停车场见。Yes, sir。啊，浩斯，你也一起来吧。哎，浩斯，我跟你的车没问题吧？你脸皮真厚啊你！不用啊，坐你的车省点油嘛。你这么不要脸啊你！哎，等等，系上安全带。又怎么了？好了，出发吧。冻柠茶，腿蛋三明治，法式吐司。吃，好久没吃了。其实呢，香港也不错啊。你又不想做组长，黑道根本不适合你。不如我们别参加 DC 了，留在香港。这家店的奶茶咖啡很出名的，哎，最新款，蛋挞更棒，我每次来都要点一打。我们是来办正事的。我可不知道。哎，程三儿这么好，还带个朋友来红场。红事而已。啊，哦，老样子，老样子吧，你懂我的。没时间玩儿，你说呢？这位同事呢？喝咖啡。写档案呢？哎，我们帮他也点一份蛋挞，不算我的。你说你这么辛苦的给他工作，还不给你涨薪水？嗯。我哎，对了，话说回来，你老爸身体怎么样了 ？OK 了，别担心，来我们公司吧。去不了。哎呦，刚刚升职啊，一句话的事，不是吗？蛋挞来了，哇棒！咖啡稍后就上啊。好，啊，那多靠你了，亲兄弟嘛。这顿饭你请了。程三儿，请了请。玩够了没有啊？玩？我宁愿回去做个警员。哎，咖啡来了。何三，其实呢，我并不适合做组长，我更不适合做一名警察。我承受不了做警察的那种无力感。承受不了那种夹在执法和人性之间的压力。哎，我宁愿回去做个警员，等着退休有退休金，不知道有多好。面也好，是吧？就知道你在说话。哎呦，是吧？这个人的操作真是太有意思了，是吧？正常人谁会这么玩啊？一定要玩玩这个游戏。地心的人，不要走，还没给钱呢。程志飞。98年警校毕业，得过银笛奖。05年升警署警长，同年调去东九龙交通部，专职隐形战车，追截 DC 赛车，导致严重交通意外。
给我开枪！我就是蒋彦恒的儿子，蒋小海。程志飞，你做过些什么，就要为此付出代价。刚才那个人呢？你怎么放他走了？他就是 DC 的人。你刚才为什么要冲出来？我担心你吗？刚才拍的视频呢？都在这里面了。让 Jason 立刻上传到网上。OK。你刷了四个多小时了，你不累你也让我的车轮休息一下吧。你一个大男人闹什么情绪啊？又跟佳怡吵架了？哎，我遇到阿恒的儿子了，昨天在停车。觉得死可以解决问题吗？从你做警察的第一天开始，你就应该知道身为警察的责任是什么。是啊，是个日本人，他会说普通话，年龄大概20多岁，眉毛位置要再高一点。嗯，嗯，好。嗯，嘴巴再大一点。好。好。这样差不多了。嗯。嗯。这里再高一点。行。嘴唇再厚一点。总之，你让你那帮车友帮我留意，一见到程三儿或者见到他的战车，立刻通知我。程三儿，看看这张拼图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今天就发到各个地头去。我看看什么拼图啊？昨天停车场溜走的那个 DC 赛车手，是这个样子吗？不太像啊。不像？那我就拼到像为止。哎，当时那么黑，我都看不太清楚他的长相。嗯，我隔着一辆车都看清了他长相，你面对面跟他搏斗，你看不清他长相？这是我的事，我没必要向你交代。程志飞，我在现场看到你放走了疑犯，你是不是应该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？我需要时间来处理这个问题，在适当的时候，我会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你不要忘了，我们是香港警察，警察呀！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做事方式，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怎么样？有什么新消息啊？小海哥，你和警察打斗的视频很劲爆啊，吸引了很多金主。小海，看来你真的很想赢，连被警察用枪指着你的头啊，都面不改色，英雄啊！你做什么，我管不了，但你这么高调。很容易连累自己人。你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？
我的事轮不到你管。你别忘了，你只是龙庭身边的一条狗。你说谁是狗啊？说你啊，看门狗。你别以为自己帮会长挡过刀，就当自己是老大。龙平才是他的亲生儿子。严总，塔卡哈西。マサちゃん、お前は本当にバカですか？やめろ！跪下，道歉。老大，我叫你跪下。小海哥，对不起。再有下次，我不会手下留情。江小海想坐龙头这个位子，想疯了。おやじ、今回の試合、組の誰かが小平の肩に入れたようだ。山田組は他の奴に放置てはいけないんだ。おそらく。もういい。試合に集中すればいい。他のことは俺が手配する。ちゃんと試合を準備しろ。だが、小平も言うことは聞けないだよ。バカ。お前は山田勝夫の息子だ。どうして全然王様の勢いがないんだ。江小海，你当自己是谁呀？我才是山田组的继承人。小海哥，杰森来了。杰森，惠美，你先出去一下好吗？怎么样？你上次说加个警察进来比赛，增加一个投注额，这些我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放上网。做得好。你肯定那个警察会参赛？这个你可以放心。收路障。OK。那我们刚才定好的路线怎么办呢？这里呢，派两名EO就位。好。什么是加一？喂，程 Sir， 我是蒋小海，还记得我吗？是你。想救你女朋友的话，一个小时后，元朗船厂。喂，程志飞警长。我是内部调查科高级督察陈华，我们收到一条你和 DC 车手的视频，现在怀疑你与 DC 组织存在不正当关系，麻烦你跟我回总部协助调查。你不会是想当着我的面把他带走吧？你当我不存在啊？抱歉杜 Sir， 我们也是公事公办。杜 Sir， 不难为你老人家了，我跟他们回去。弟兄们，请程 Sir 上车。Yes Sir。Sorry， 杜 Sir。抓住他！快上车！
佳怡，佳怡，你来的有点慢啊，程三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无非是要针对我，你抓了他也没有用。没办法，你无亲无故，就一个女朋友，我不抓他的话，怎么找你啊？你认为你爸爸是我害死的，所以来找我，但事情不是像你想象这样的。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？你知道我这九年是怎么过的吗？你想怎么样才可以放人？很简单，想救他，那你就必须得参加 DC 比赛，赢了我就可以带他走了。嗯？小海，你来香港参加 DC 比赛就是为了报仇？我做什么不需要跟你交代？你现在被仇恨蒙蔽了，我不想你越陷越深啊。怕了？怕了你就回日本。你自己可以选择怎么过自己的生活的，我相信你爸爸也不想你为他冒险。我爸爸他怎么想的你怎么知道？他是被人害死的，你知道吗？山田所大小姐，我这么多年在日本受的屈辱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的话就不会一直陪着你了，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。对不起。那个臭警察竟然是第六名参赛者，难道是蒋小海的阴谋？小海已经对我们没有威胁，会长早已经买通了其他的车手，比赛当天会一起夹击他。山田组的第三任老大非你莫属啊。不过想要斩草除根的话，你得帮我完成最后的一步。吃饭吧。小海要对付的人从来都不是你。马上收拾东西走人，给他送吧。阿健，把这个戒指放他坐在椅子上。你最好给我安分一点。起来，走。程三儿，找这么久才找到这里啊，我以为你很快就能找到我呢。别那么多废话，让我跟佳怡说两句。说两句？你觉得现在谁说了算？你想说就说，你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。那只戒指是干嘛用的？那只戒指是 DC 的信物，比赛当天会通知比赛地点。想见你女朋友是吗？ OK，比赛当天，我把你女朋友还给你。
阿猫，阿飞说那个发射器在你这里。就是这个啊。喂，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？我没办法坐着干等啊。哎，你说句话行不行啊？每次都这样，问什么都不回答，一点都没变。为什么要变？要我变成你这样是吗？我这样有什么不好啊？我觉得自己挺不错的。你才有问题啊！你看你，放着警察不做，待在这个破修车厂里。哼，至少我不会变得像你这样没有人情味儿啊。做警察呢，不能什么都讲人情味儿的，犯罪就是犯罪。就是因为你这样，当年才会发生那件事。你那些所谓的人情味儿，才导致你现在这样，一辈子都得待在修车厂里，一辈子走不出来啊！啊，你看看阿飞，什么不好学，偏学你这种态度。做警察不一定就没有人情味儿啊。你能放过你自己？啊？那么你就不要这样对阿飞啊！不跟你说了。我先回去做正事。总之，我一定会搬到 DC 的。老大，车子已经准备好了。最新的车型，这次一定能赢。蠢啊！这么破的车怎么赢啊？有没有脑子？我们是日本人吗？当然是用 GTR 了。当年那辆隐形战车吗？老师已经把它修好了。其实这辆车早就修好了，只是一直不知道它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吧。满意啊！记住，一定要安全返回。你买好啤酒等我吧，我来跟你喝到天亮。明知道我不喝酒的。记住了吗？这个地方，到时候一定要重点监控，多派几个人手，随时保持联系。好的。各位同事，收到可靠消息 ，DC 今晚会在8点举行非法赛车，但是不知道终点在哪儿。大家都知道，根据香港的法律，我们得等比赛开始之后，才可以用涉嫌参与非法赛车的罪名拘捕他们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在拦截他们的过程中一定要小心，千万千万不要伤及无辜，不要伤及市民，明不明白 ？Yes, sir. 好，对标，0317，设置。
立即出发。Yes sir, yes sir, 先走了。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Rose。 今晚全亚洲最强的六位车手将会在这里进行比赛，现在我为大家逐一介绍来自泰国的 Ariva， 日本的山田龙平，马来西亚的 Ripper， 越南的 Lucifer。 哎，干什么呢小猪啊，今晚 DC 比赛你打算下多少？3万，两个月工资。我又给他打三万，这里最少投上百万，你别投了。如果大家有留意会发现程志飞是最新出现的车手，但是他袭警拒捕抢警车逃走这一连串的动作为他争取到参赛分数，所以他的投注额也刚刚超过了1000万美元，符合 DC 的参赛资格。杜斯，多谢你这么多年来的照顾，无论是15年前的那件事还是现在我出事，你都当我是自己人。很抱歉这次令你失望，我还是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救回嘉怡，所以我会去 DC 比赛，再加上蒋小海是阿恒的儿子，既然他来找我报仇，这个结一定要结。这件事在我心里这么多年，我想是时候放下了，是该将 DC 一网打尽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正式脱离警察身份，我所做的事都是我个人行为，与警队无关。我车上安装了发射器，接收器我放在猫叔的修车厂。这次的比赛路线难度极高，起点是这里，终点会是哪里呢？连我都不知道，只有6位赛车手才知道。所有的赛车手都必须依照通讯器指定的路线行驶，否则就会被取消资格。我人都没到，怎么开始？比赛开始 ，DC 车手已经全部出发。继续收档，准备行动 ，Over。杜森，赛事已经开始。立即通知外面的同事，收网。各单位注意，程志飞来了，程志飞来了 ，Over。 哇，最后一位车手程志飞已经来到现场了。喂喂，开始了，快过来。喂，买谁啊？买谁？哦，这个警察好像也不错。喂，那多加200万买这个警察赢。好。停车！停车！
追上来，再动我开枪了。杜 Sir， 外面的同事通知说已经拘捕了三个 DC 车手。不是还有三个吗？ Yes Sir。做的事我也做了，我要的东西呢？放心吧，你帮我老大做事，不会亏待你的。别跟我说那么多废话，钱拿来。说说吧。比赛，他们要对付的是你跟小海。如果发生什么事，我希望你能保护他。收到，你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你放心，我保证把他安全带回去。
小海，你先听我说。蒋小海，你听我说，我爸是警察，是警方派的山田组的卧底。你闭嘴！总之是你害了我爸。和你父亲都是死在我们山田家的毒针之下，你该满意了吧？你说什么？什么毒针？我老爸是被山田害死的！该死的卧底被我爸发现了，他必须死！今天你也会死在我手上，一切真是圆满，让我送你一程！现在真相大白了，比赛全部结束，山田龙平。杜 sir， 请问 DC 这个组织是否已经全部被瓦解？我可以这么说，我们警方已经将香港 DC 组织全部瓦解，所有车手、疑犯也全部落网。罪犯真的已经全部落入法网了吗？我只能说，不排除还有其他在逃人士，但是我们会跟国际刑警紧密合作，一定会将在逃疑犯一个不留，全部捉拿归案，绳之以法。